才变成开关，叫温度盘温度调至170摄氏度左右加热，当仪表盘二灯熄灭即可装钉。首先反转制表台，更换热压槽加热板，打开热压槽加热板加热电源，3分钟左右即可静装。首先将静装书壳放置制表台内，拉开漂浮定位装置，将硬壳靠右侧定位柱闯齐，将带衬纸的内页闯齐，靠近右侧定位柱放入制表台内，加紧反转，起到匀速起凹槽一个循环。刷胶一个循环，截取各书线，粘贴书籍前端，书边带截取两块，分别在书籍前端和后端粘贴，反转正式挤压，停留3到5秒钟，拉开漂浮装置，移动精装资料，打开抽屉，拉开漂浮装置，移动，从底部取出精装资料，打开，接着双面胶隔离纸反转书壳封皮，挤压暂停，反转接到另一侧双面胶隔离纸，粘贴，精装即可制作完成。